啊，我们啊前一阵子很流行叫做希腊这个国家，那大家都知道，那是夏天去希腊很漂亮。我们习惯跟人家讲说，哎，你好，或者是拜拜，就是这样。可是，在希腊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你对人家挥手，又是我不认识的人挥手，是一种你是藐视人家的一个意味在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